好，请放第一个影视片段。约会胡一菲基础导论第一讲。众所周知，胡一菲属狗，狮子座女博士是一种非常少见且复杂的生物。那么她的内心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一门科学。爱情公寓。开始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一二三，跳！跳！慢点！三跳！请回答。那个谁？武艺，武艺。回答正确。你的开场白讲得太好。就是武艺。你有认出来是你自己吗？哦，我知道是我。是我的巨人。第二题，请看影视资料。现在我跳了。跳？你跳了？你前两跳，我后两跳。你应该花下死断腿。巩俐，巩俐，不是，我这样。小龙。跳下来的是谁？哎呦，叮叮叮，哈！哎呀，开始！我的妈呀，还能再远一点吗？这怎么看得到？这怎么看得侯老师请作答。那天他去探班被导演扣下来，黄老师黄磊。回答正确。我们就跟你死了，做你棺材板。太厉害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猜题的时候海涛他们到了吗？你们抢的时候我们还在过。报告，可以让海涛和武艺从这里出发吗？他们每一题都知道，但是我们都答完了，他们还没有到。你们近一点吧，好不好？再近一点。对，哇，你们一直是用这个速度在玩是吗？ OK。 那感觉举步维艰呢。就让他们到杆附近吧，好吧？对，你们就在这儿吧，好不好？就在这儿啊，好吗？好，在这儿啊，别摔了啊。请仔细观看以下影视资料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哎，小雨，你姐呢？你姐在吗？我姐在，她说让你们再等会儿，耐心点。哎，加油，儿女！开始。好不容易，是吗？不错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回答。包贝尔。回答正确。我就知道他没来。耶！Yeah, 我们真的好。他们每一题都知道，但是我们都答完了，他们还没有到。我太难了。哦，怎么加油？怎么对一道？好，哪怕我们冲过去，好，冲过去，哪怕对一道就行，是不是？对，来也是，来也是。我们冲过去。无情的嘲笑，没事，太心酸了。再让你们浅一点吧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请看片段。咱们还真要在这住一晚上啊？没事儿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什么呀？开始。走，一二三。你谁呀？你知道吗？四五四五。请作答。这个人，张一山。什么？张一山？不是。这个人的名字非常的好记，他是他的名字，他肯定是个。等一下，我已经按了，我已经按了。三、二、一。谢娜，谢娜，谢娜。你说谢娜，谢娜，你想他不能这么想呀。邓超，不对。薛之谦，回答错误。段奕宏，不对。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数字。还当宝了？朱一龙我都猜对了，我跟你讲。